不是说啊，那种已经到了美国，就像美国哈，已经到西方社会啊，然后日裔美人，不是那种啊，是说你生在日本本国内啊，然后很会讲，跟西方人啊有很好的联系的，然后也跟本国人很好联系的，一个都没有，我们没有看到这种人吗？不，没个一个都没有。